本节目由长安福特全新探险者独家冠名播出。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老师会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懂，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反正我以前就上课有个课文是讲我爷爷的，然后结果老师在讲的时候，然后我们全班所有人都望着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爷爷跟别人不一样吧，然后他们都很羡慕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我们去香港买东西，爷爷看奶奶手表，然后就小了，然后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去看手表嘛，然后就去一家很贵的手表店，然后看，然后奶奶但是当时不知道，因为那个很贵嘛，对，然后就觉得特别贵，之后爷爷就出来就说不要手表了，然后就拨了一块香蕉片给我奶奶吃。爷爷会关心你们学习吗？会，会。他比较重视哪一科？英语，对对对，还有数学。为什么？因为他英语很好，对。然后数学的话，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站在时间前列的人。越早结束比赛是越大的仁慈。人绝不会满足一个事情。我的理想不是要去当个观众。再过两天，90岁的袁隆平将迎来一次很重要的会面。在即将到来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他将有机会见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说什么，已经准备了很久，现在在做最后的核查。如果会面顺利，将给他现在最关心的那件事带来巨大的突破。我要提醒你，他下了车以后到那个会场之间有多长距离？最好是100米。对，他走不了这么远，而且只能是平路。所以我都要提醒您，你这个中间一定要把这个距离搞得最近，不能有上坡，不能有台阶。啊，不好意思，43步。43步。我说可能袁老师走，那就说走80步吧。80步，乘以2吧，然后再大家一点，稍微带点力，不然能走。
不愿意给你看什么。是是。嗯。十二，这里又是十二步，就这个距离，哎，反正是这个位置。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各位。谢第三届中国国际水稻论坛暨首届国际稻米博览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成功召开，让我们有请论坛主席袁隆平致辞并做报告杂交水稻发展战略，掌声有请。首先我向各位领导、稻会的各位专家、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第二，我祝愿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下面我就做一个报告，请大家呢共同的讨论。我的题目是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我们杂交水稻的发展也可以都是五个世代。第一代的杂交水稻是以细胞质雄性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三级化杂交稻。第二代杂交稻它是克制了这个两性化杂交稻要杂白质的那个缺点。第四代杂交稻叫参数型杂交稻，基因编辑技术预计也就是在2050年左右可以取得成功。这是杂交水稻发展战略我们四代，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感谢袁老的精彩分析和报道。谢谢袁老。他那个包奖的呀，奖励棒要给签个，要搞个这个，让你签个字。你好，副市长。你好，我是五常的副市长。他想跟你合个影，你好吗？哎，好吗？哎呀，哎，终于，这是管了这么长时间，农业终于这第一次和咱们水稻支柱这第一次见面。小副市长，我有件事向您汇报一下。这工作从会在广州开始，他呢对省里院里都比较重视。好了，到时候身体好，我身体好我就去了。一定想，您一定身体好啊，健康。可以问您两句吗？您是这样，我们是来采访那个南繁壮丽70年，咱不是建国这群吗？国之后。休息。老师，刚才细花的几个小朋友啊，想跟您照个相，您是教科书上的，在外面。那于老师，您在这，我让学生都到这。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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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给你把背景的情况讲一讲。您这么正式，他们做专题会请安委会的就这个事情专题讨论，他们表示要在研究上面来加大支持。就这个事啊。好了啊。梁老师，等一下那个周市长就是还得到研发中心，我们三个就跟他去谈一谈。好的。来看国际快讯。印度东部地区连日来遭受了暴雨的侵袭，洪涝灾害持续蔓延，在西孟加拉邦多个农业重镇被淹。在新疆的东部及东部和辽宁中东地带，当普遍遭遇大风暴雨的侵袭，这将会是北方地区今年认证以来最强的一轮降雨过程。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31度。沈阳多云，25到34度。您吃一下看看好不好吃。这个豌豆呢？这豌豆。那这是哪个豌豆呢？荷兰豆这是。我买的豌豆我吃。你在那里豌豆。啊。在那里。在哪里？你要吃豌豆啊？你吃荷兰豆吧，你豌。不是荷兰豆。豌豆嘞？在这儿。你忘记了？你看见了？看见了，爷。看见了，没炒。在哪里？这明天炒，要不我今天。不看着。在这里。你家这儿。这是毛豆。这哪里是豌豆嘞？是豌豆，爷爷。不是豌豆了，一个一个包包了，一个。那没有耶。有了。没拿回来。我买的，我不知道。没拿回来。怎么没拿回来呀？家里没有。不要扶嘞，不要扶嘞。他需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必须就是说，马上就是他要的东西就要就能有。啊，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我那个电脑都不能出问题，打印机不能出问题，因为他就站在你旁边，你多耽误一秒他都不行。他会觉得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出来。老师，那个长江大学的杨教授养虾子，他是搞那个超有钱花的年龄的，这是超有钱花的年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专门送过的呢，就屠宰荆州啊，不荆州，屠宰荆州的，虾的怎么样啊？质量还很高，高的，700公斤，质量高的很。像我们这个米啊，基本上就不用农药和化肥了，生态都足够的。他是专门搞虾道养殖的教授，对，长江大学，虾道可以。那今天专程给你送点这个大米来。是大米，这另外是我们那个恩施厂的这个茶叶，啊，茶叶。这个茶很。那等你请来找个箱子，我们先把先找箱子合影吧。好，可以啊，来，我们要搞沙漠水稻。单靠我们自己肯定还是不行，我就觉得想见见您，看看能不能得到您的指导，您的帮助。它通辽是北纬好多度啊？北纬42度。我们那地方也是属于有偏盐碱的。我们可以把超有钱好品种拿给他去种一下。不行的，生产地太成了。过了40度就不行，过40度就不行。哦，在我们地方不适合是吧？最多做的北纬38度。哦，嗯。一直
直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啊。啊，就是你说我们你国家的工程，人民的骄傲啊。哪里？万年有好多人口啊。40多万人口。40多万人口。中等，在江西是个中等县。中等县。啊，是中等43万。国土面积呢？国土面积1140。1140。国土面积不算大。面也是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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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土面积在江西省的是70多万，人口是47万，也是中等。中等。湖南的100多个县，平均是1500平方公里一个县。啊，1500，对，差不多。那他记得清楚。袁老师记忆力很好啊。对，记忆力很好。他们讲的那个医生讲，85岁的人呢，以后的。60要不同程度的痴呆。对。哦。85岁以后的。八十五岁以后。对。老年人。他退休以后就没什么事了。退休没有，不下棋，不唱歌，不跳舞。天天在家里。一天到家里搞什么呢？哦。一边吃了看。所以还是要痴呆了。哦。活动。也不打牌。也不打牌。幸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了哈，对，还没有糊，脑瓜在里糊，这还像年轻人一样。但是我还有个病，就气喘的，走300步还不气喘，300步以上就不行了，就要气喘。你很好了，现在90岁哈，气色很好啊。两头，一包。那我这个大包一百斤，你说那大包多少钱才赚着了？赚了一半，我上去背着他个了。哎呀，好麻烦的。麻烦的。拿了。的远方，这个时代需要探险者。我们支持中国全国人大、中华国文艺会。哇塞，工程院给您发了第一季度的津贴，2000块钱，那不值，不值哎！我给你看看啊，15000。5万多。15000，一季度。对，2019年的一季度。第一季度，发到哪里啊？发到你的卡啦。哪个卡？农行这张卡吧，因为你只给过我这个卡呀。就是最后是不是就是1989？1870。农行，啊，是不是1870？这可能是唯一可能。1870。那他跟邓老师联系的，后来也跟我这里发了，就是武夷山哎，天天有人来，天天有人来，我们是你在这里控制了，但是这种为了更重要的工作来，那我们就还是考虑一些哦。过来了。
杨俊宝来过啊，杨俊宝啊，哎，他来过。杨俊宝啊，没有，他没有，没有来。嗯，啊，他妈，现在走路都困难。哎呦，杨俊宝，杨俊宝，去年我们走路都困难的，对。嗯，他今年就要好多岁啊，他多岁了？四一的，他不到，不知道。嗯，发生瘪塞，发明了水稻高抗性淀粉新品种的血液方法，主要是具有降低血糖和降低血脂的功能。它支持脂肪吸收，高抗性淀粉的代谢体。这个该成果的创新性强，创新性强，最好就是达到什么水平？对，达到水平啊！就最后一句话，自己关键是达到什么水平？最后一句话讲完，标题，第二个呢就是高啊，对，高抗性脂那个淀粉这一块，在国际上。没有报道的这个文章已经在国际上发表了多篇，那样 CS 这个你可以达到你，国内领先，国际领先，国内肯定是领先的，哎，现在国际走，就国际这一块就是，杨老师和谢安娜，整体水平是，你们要看，整体水平上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成果在国际，在国内超清楚，就是拿到领先的水平，在国内，那个先梗叫不要叫水平，就是叫先梗家直接砸掉那个优势达不到先进水平，说老实话但技术难地，比如那个永优啊，要不吃了要把它放这个，这个就比它打到的优点就是高抗电，是你那个风产的大应该是逻辑放在一起好不好，你不要风产就是聚合了大水就风产工厂不要了，嗯，对，工厂过几年，所以我认为这一篇文章啊，就是应该再重新写好一下，啊，应该讲这个成果啊是很好的，那我们呢在这里的总结和表达方面呢要加分。来，咱们等等啊，等等，下来，好。看我，3、2、1 ，OK， 下一个，算了，你上吧，3、2、1，哇，这么难啊！下一位，好久嘞，今天40多分钟。西德雅嘛，你给他，西德雅，好苦，您躺下去，您躺下，西德雅喽。
他是个运动员的身材，他曾经差一点就考了空军了，他已经考上了，但是国家后来考虑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太金贵了，又把他们送回来了，本来已经欢送走了呢，又差一点是游泳国家队的，差一点他录取的吧，是取了前三名，他第四名，这也是上天的意思啊。但是我也还觉得有个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他以前身体太好了，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一下差这么多。Good morn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hosting us once again this year. It's our pleasure to come and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Rice Tech and then to learn from you some of the operations in HHRC. You're spending the time this year visiting India and visiting Mercosur to learn about our markets becaus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So I want to spend just a few minutes talking about 2018 and how our business results turned out.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汇报一下2018年我们的研发生产以及商业化一些进展。One of our new innovations is a new mode of herbicide technology called ACC Ace. We call the trade Max Ace. 我们公司最近又研发了一个新的抗制造剂的性状叫 MAX-8 and this will eliminate the problem of weed tolerance in the marketplace when we start to commercialize it. 这个 MAX-8 是二代的这个抗制造剂产品，在巴西表现非常好。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3月28号应邀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韩国总理李洛渊、老挝总理通伦、卢森堡首相贝特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苏斯将应邀出席年会。为此向国家提出请求、向国家的请求和向政府，这是一个项目，请求国家建立，为此特请求国家建立，那就是这个提出也不要了是吧，这里也不要了，为此特请求国家建立国家的海水稻研发中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攻关，这是什么？进行攻关呢？进行攻关啊，错了，不会有改了吧？哦，要签名的，签上大名啊，我打个哦。你那普通是台上的，我再看一看呢。把这文字搞清楚了不？是不是要我再念一遍？念吧。为此特建立设立国家海水稻研发中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攻关。对。那好。袁老师，你现在打出来了怎么办呢？打出来了以后怎么办？打出来可交了，可交啊，你不是不去了吗？不去了，我看明天睡得好我就去了。
如果你真想去啊，我都不建议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呢？开幕式我们不能进去，没人照顾您。于是我建议你下午，他不是有个会见吗？他是会见企业界的代表。说你。但是这是我建议，还不知道行得通不？下午去。就是说，您在那个之前或者在那之后，就是要只要给两分钟。企业家的时候，你出去了。就是给两分钟，对吧？给您两分钟。但是这样的请求，不知道能不能行。但是我觉得您还是太辛苦了。您太辛苦了。那不辛苦嘞。不辛苦啊！万一您跑一趟回来又头晕呢？哪一天不会头晕的，不会头晕的。张医生，超好心的。好精神。我问到文件去了啊。快点去打印了。袁老师，您明天就要去见总理了，你有什么是特别想对他说的？啊，搞海水稻，盐碱地，啊，没有什么，低调。低调。哎，我这找了一个车，现在在路上呢。哦，好，啊，你先看到鱼。你看到袁老师这知道以后告诉我一下。进出隧道，请开车灯。你有点晕。别猜。有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没有。我的事儿是正常。这个院士，您能把这个头换个方向躺，这个躺一下吗？现在是起不了啊，现在是起不来，起得来，那也要慢慢的。哦，只不过就是过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是头顺着拉头顺，对，然后您的头转过来，然后平躺下来，我慢点啊，好，慢点，对，转平躺。那怎么办呢？现在他，你医院怎么讲呢？我觉得吧，这个我自己的判断吧，医院他肯定不想担这个责任，因为你这是一种个人的这种习惯，是吧？你不愿意要你要求你住院，你不住院，那没办法呀。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有心脏病，有高血压，但是他就不接受，不承认，不接受。这种东西是他的自信还是励志啊？我都不好说。因为他以前太好了，叫做是没有这种病，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就是个气喘。所以有时候嘛，他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不行，没有我的病治好，我就是个气喘病没治好。但是袁老师，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想办法交到特强总理，但是也不一定您亲自跑一趟吧，您亲自跑一趟他累了吧呀。我要是交他下面的工作人员可以不？那也不好意思，我亲自交就好了，都是在别的公司，那就是爬的。但是很累嘞，跑一趟很累。对了，我做两个小时，亲自一次。那谁知道你等一下跑一趟回来，又引起不舒服。
我现在我们现在有三个任务啊。第一个是高产更高产就超高产，就是海水稻啊。第三一个任务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You're very lucky your president has a knowledge and a caring about agriculture. Our president doesn't care. He was very happy when he was watching our... we could super happy rice. Super happy rice. Yeah. 克强同志最近跟你说什么？何强总理就是前后天的时候接见我，要设立一个海水稻研究中心。Our Premier 李克强 is visiting him on this board. Premier, yeah. Premier, he asked him to establish a saltwater rice. Oh yeah, seawater rice for a center. You've made good progress on that.大概要投资2亿吧。2亿哦 ,200 million. That's amazing. Amazing. 金老师，我们的警官到了。这是体检到了。请全体起立，站在这个树荫底下吧，我们去拔。网上好多网友都特别喜欢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
就是这个。我能说的太棒了吧，这个图片还是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啊，那个时候饥荒时代的时候啊，那边饭吃真难受啊，饿死人了、袁老师，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到现在90岁了，就是这一生中有没有特别美好的回忆您还会常常去回想的？哎呀，很难说，美好的回忆都很多啊、那您现在觉得自己最在意什么？觉得就是最大的最在乎什么事情关心了、对，最关心什么事情，关系杂交到了，关系的。